等了好久，中信兄弟官方商品旗舰店16号终于在五分埔商圈盛大开幕。帅哥队长林威柱和林志胜、陈宏文、郑达宏一起出席剪彩，当然要来打听一下大家最喜欢哪样商品呢？我刚刚换了一下，我还是觉得安全帽比较适合。<笑>对，因为平常有在用啊，对。 对，特色应该是那安全帽吧，因为志胜一直戴着啊，所以蛮凸显出来的。因为魏柱学长已经说那一顶多少钱了，对啊，我已经有预算要买包玉兰车过来都有可能啊。<笑>帅哥队长配上安全帽，好像有一点点难以想象。而除了选手现身站台，人气同样很夯的 Passion Sisters 当然也没有缺席，和大师兄要一起带体育新闻的观众在正式开幕之前逛一逛商店内部。 欢迎光临中信兄弟商品旗舰店，走，我们去逛街喽！这边有很多号码嘛，然后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球员号码，然后带着它，因为护腕可以擦汗，不一定要戴毛巾嘛。然后它这有很多配色，对啊，还有哦，对，它有配色，对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你看它的 T 潮牌嘛，虽然颜色比较单调，但是这材质都蛮不错的，散热啊，应该是了哈，散热。然后这位店长好像有点迟疑，没有，我等下是装箱。志胜口才真不赖，不过其他三位球星走认真介绍的路线，一日店长大家表现都很称职。领队透露，未来有继续展店的计划。 这当然是选项之一，我们台北先找一个点，然后我们希望是经营个一两年以后，看成效怎么样，再决定我们说中部、南部要不要再继续所谓的拓点。看了这么多，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有点手痒，想买什么东西回家？只能说球迷来这里千万要看紧荷包，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少个好几样，越买越多喽。我来听讯，肖云昌、黄桦君采访报道。